在埃弗顿的中国小球员们经历了英超青少队的强大实力的洗礼，他们意识到想要在英超赛场闯荡要付出的努力还有很多。淘汰测试赛之后，最终淘汰的名单也即将出炉，谁会是外教心目中的最佳球员？小球员们又有着怎样的感触？谁会遭到淘汰，最终含恨出局？足球梦正在为您讲述。经历了与埃弗顿 U15 青年队的11人对抗赛，中国小球员们深刻认识到了与对手的巨大差距。英国足球素来重视球员的身体对抗，英超联赛也是全球最激烈的赛场。想要在英国足坛闯荡，小球员们要付出的努力还很多。虽然小球员们还沉浸在与 U15 青年队惨败失落的思绪中，但现在他们需要通过教练的最终考核。淘汰测试赛之后，最终淘汰的名单也即将出炉。经过讨论之后，最终的选手淘汰开始了。根据规则，外教们会把球员一组组叫到球员更衣室。Right, this is the final elimination stage.I will call the numbers out of the boys and they will be lined up. They will go forward and take a shirt. When they're asked to reveal the back of the shirt, if their names are on the shirt, they've been successful. If their names are not on the shirt, they've not been successful and they will leave the competition. Let's invite numbers 1, 5 and 16.Boys, I'll ask you to walk up to the line and stand. I'll ask you to walk up to your shirts, to take them, don't look at them, and turn around and face this way. Please take your shirt. 挺紧张的，在想一些昨天在瑞教练家里做客，他对我说的一些话，就感觉自己淘汰的可能还是有的。I would like to call forward numbers 4, 9 and 15. Take your shirt. 3, 2, 1, reveal your shirt.3, 2, 1挺有信心晋级的，万一要是我的话，我该怎么办 ？I think in the games, in the small sided games, sometimes when you make a mistake, you've always got to show a reaction.If you give the ball away, you've got to react to get it back.But in the games, in the big game and in the small sided games, he didn't react in the proper way. Take your shirts.But don't reveal them. 3, 2, 1, please reveal your shirts. All of the boys have made an impression upon me, and unfortunately, Lerwin didn't. So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him playing in the game so I would get some idea of his level of ability. And again, unfortunately, he didn't start the game because he had a fever.And then the day after, obviously, when we were on the beach and doing some work, he didn't train then. So I can only go on what I see, and I didn't see enough. 由于在埃弗顿受训的小球员人数比在阿贾克斯受训的球员人数少一人，因此只有两名球员遭到淘汰。最终，来自西安赛区的葛瑞和广州赛区的邓乐文两名球员的球衣上面没有印有名字，这也意味着他们。成为了最终的落选者，他们的足球梦想到此为止。在英国一个月的训练让球员们收获了很多，虽然长传冲吊高举高打的打法已经落后于时代，但激烈的拼抢、对身体素质的超强要求以及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
仍然是新时代英国足球的内在核心。电视上看到的英超联赛已经足够火爆，而想要真正站在英超的赛场上并获得成功，小球员们需要全方位提升自己。离别之际，埃弗顿俱乐部为球员们举办了小型的谢师宴以及送别会。埃弗顿球员食堂的电视里正播放着埃弗顿第一场英超比赛的画面。什么时候中国球员才能再次登陆英超，在这样狂热的气氛中为了梦想去战斗呢？谢师宴过后，外教们与小球员们来到球员中心，球员们纷纷拿出纸笔，请外教们为自己签名留念。在谢师宴的仪式上，外教和小球员代表们走上台，发表了临别感言。I'd like to invite Andy up because we have a special gift from Everton, the dream team signed by all of our first team squad.我觉得我希望参加所有足球梦的球员都应该建立自己的梦想，有一天我相信一定会实现你自己的梦想。最后呢，我想说我们应该所有的球员一起祝福埃弗顿在新的赛季能够取得好成绩。告别的时刻到来了，小球员们即将离开英国返回北京。不久之后，他们将再度与埃弗顿的外教们会合。在北京，他们将迎来最终的总决赛，与阿贾克斯训练队进行最后的比赛。赛后，表现最出色的两名小球员将最终获得加入埃弗顿的机会。告别的瞬间，也是挑战开始的时刻。在这边练得比较有趣吧，然后在国内练得比较枯燥吧。他让我觉得最记忆深刻的是，我们走过球门后面，他那里有块就是可以摆放一些对这个球场来说比较重要的人一些骨灰什么的，生命结束了也会喜欢待在足球场上的感觉。大家好，我叫张一峰，我是从小学一年级7岁的时候开始踢球的，就很佩服那些球星能把球踢得非常好，我也想向他们学习，但是人总归是有个极限的，所以我就尽自己的能力能达到多少达到多少。我觉得最强心是一个人内心能承受多少压力，你要忍着很多的疼痛，这样才能好好的扩充自己的能力。大家好，我是张一峰，我有最强心，实现足球梦。我是来自上海的刘玉超，今年17岁。我是想考踢球，考个大学，然后就很正常的就是生活下去。但是现在是个机会，足球梦给我机会。我想只是能留下来的话非常好，我爸妈也很支持我。如果留在欧洲的话，我最喜欢那个纳尼，因为他也是边前卫嘛，他的速度非常快。纳尼。我也会有一天变成你这样。我觉得最强心是自信心吧，遇到很多失败的话不能放弃，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刘玉超，我有最强心实现足球梦。中国小球员结束了荷兰及英国欧洲海外训练后回到首都北京，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北京的最终总决赛。阿贾克斯及埃弗顿两个俱乐部的外教们来到北京，他们将在这22位小球员们中选出最终4位，可以获得再次到两大俱乐部受训名额。球员们会有怎样的改变？谁又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明天同一时间，足球梦将继续为您讲述。海康人寿，足球梦官方保险合作伙伴。